们是冲哪边跳呢？哎，先不跳，先不跳，干嘛那么累干嘛？先坐下，先坐下。这次还挺开心的哈，真的，大家又见了好多一些以前的老朋友，还有很多一些新朋友，这聚在一块儿都是缘分。已经放松到很极致了，那就像家一样。好滑的地儿，你知道为什么滑吗？流线滑，滑滑滑滑，流线滑滑滑滑，流线滑。Nice， 再见。哇，真的干得太猛了，すごい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40多岁了。哇哇！他们想说的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他们想说的是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然后他们说的是，哇哇！